你们这婚纱摆出来不让人试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件婚纱是用来展示的，这是店长的规定。店长，他人呢？给我喊过来。在吗，杨仔？你好，请问。哇，好漂亮的婚纱呀！走。哇，如果你以后不娶我的话，我就穿上这个婚纱跟你逼婚。好。哎，请问这件衣服多少钱啊？8万。好贵啊。这料子摸起来也不怎么样嘛。再看看，走。我们两个脸皮也太厚了，搞这么半天什么也没买，那个老板都快要气死了。对不起啊。你说什么呀？我们以后什么都会有的，再漂亮还不是为了穿给你看。只要有你就够了呀。嗯。这件婚纱你可以试穿。这件婚纱终于等到了它的主人。其实